有很多梦想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热血在燃烧，青春在奔跑，心中的激情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高峰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被敌人打倒？不管风雨里烈，狂风在嚎叫，我的回应就是要做到更好。有很多誓言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约定扔掉？正气指向目标，光荣在闪耀，我们文家军注定飞得更高。受不了一些人总是把文家军贬低，我们已经证明我们自己的实力，总是说我不如那个谁谁谁。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管那些是是非非，岁月的年轮在不停地转，我如此坚持只是怕留下遗憾。有些人让我们放弃吧，你扯淡，因为我们的路不可能只走一半。不管是以前或从此以后，我的泪水只为爱的人而流。不管是以前或从此以后，永不放弃，因为我们拉勾勾。不管是以前或从此以后，我要的目标绝对是不放手。不管是以前或从此以后，文家的荣耀我会扛着走。在开播这条路，我收获了数不过来的幸福礼物，其中最大感动大家把我像孩子般的宠物。我的行不喜欢用音乐来倾诉，也要告诉那些打击我的黑粉，我不会臣服。从单纯变得成熟，我会把文家军守住，我用喜欢的歌声表达我的每条心路。对，我承认我是一个傻子，2924就是我网络的全部。